车祸骨折久治不愈，检查惊见致命危机。年轻男士骑车出车祸，小腿骨的地方有开放性骨折，送到我们医院来，用健康的肉覆盖在上面，想要让他能够有一些血液循环可以修复。但后续追踪，他就是还是会痛，烂皮的地方常常会冒脓出来。那我们主治医师就会觉得说，感染一直控制不好，那干脆送病理的切片。就一送才发现癌细胞增生了，他最后要截肢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